气天神肚脐，在是投胎为人，任母归根修道，目的在离苦的乐，唯有任母归根，方能超生了死生，登圣域贤观，永脱苦海。母字垂母，教皇母慈，是这恩师一指点，杀身难报，重如山恩四海，实际心怀，若不受师指点，怎能脱苦，又怎能了生死，不受好灾。上超祖，下引孙权平师立，各应当报大恩尊师安排。皇母十戒第七戒，五教圣人提出了诚恳的呼吁，一点穆罕默德可兰经文难了死，速拜真师反